好，那么这一节呢，来给大家分享啊，这一个实际投资案例，还是说呢，来到地呢，首先要看龙啊，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后面的地势地形明显的高于前面，那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从啊西北方来龙。我们说啊西北方，那这个呢，它是一个牵山巽向的，我们可以说它是牵方来龙。啊，看过这个龙之后呢，那我们再看两边的左右的煞啊，左边这一块这个地呢是明显的高于我们现在的站这个位置啊，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它叫什么龙煞啊。那么我们再看右边这块地啊，同样啊，因为它是从西边一层一层过来的，那然后呢就是这个右边的火煞啊，同样。也是高起的，在这里呢，就是明显的形成了一个啊玄武啊青龙和白虎环抱的这么一个形式啊。看完之后呢，那么我们再看前面啊，前面呢它是由这前面是一条河啊，前面是一条河，是右水到左的，就是到向前呢，正好呢它是一个环抱水啊，这样向前河。另外呢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明堂啊，可以说明堂开阔啊，开阔，但是呢，这个明堂不能太大，因为太大呢叫漏气，也是说啊要时中。前面这个水呢，那前面呢，我们应该看到的应该有一条路啊，那条路呢，那因为路下面呢是一个桥，我们在那边呢，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一个水口煞，这个遇到环形水，并且。还是有观澜的我们再说啊，不管是平原风水还是山地风水，如果前面有水环抱，那最好的要再有暗山，那这块地呢就更完美了啊。我们看，因为这前面是一个河，对面呢就是河堤，河堤我们也可以说，因为河堤是随着河走的嘛，这个河是环抱的，河堤同样是环抱的，那说明暗山环抱有情于我。从整个形状上来看，那么这块地呢，当然是一块不错的好地。实际情况呢，这块地也是一个富贵之家的。它的理气呢，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，是辛山一向的啊，辛山一向右水到左的。那它叫什么呢？它这个呢叫贵人罗马上一街啊，它是一个养象绝流，乃艮寅方消水啊。因为我在之前的课中给大家分享过啊，桥。啊，就是突然栽的地方，我们都可以说它是水口嘛，在那消水。那这样的，它不但符合形峦，同样也符合理气。所以呢，这块地呢是啊一块不错的好地。好，那么这一节的这个实地风水呢，就给朋友们呢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节再见。